主料：绿豆芽200克，海带200克，红椒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味精、生抽豉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海带和红椒切成丝备用，绿豆芽洗净备用。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放入海带丝翻炒，放入绿豆芽翻炒，放入红椒翻炒，放入盐翻炒，放入味精调味，放入生抽豉油增鲜，翻炒几下就做好了。烹饪技巧：海带和绿豆芽可以捉一下水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